Tvlog 是这个中文说唱圈除了 TV 奔走之外最好看的一个 Vlog。 沧桑终于找到了他的 One Piece。 哟，第一次出来的 Kingshaw Vlog， 我巡演都演完了，他做好了。参加这个 KIV 的 K Vlog，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兄弟酒环节。KIV 真的不是人，我刚刚怒喝，我刚刚怒喝一瓶的时候，吹瓶的时候 KIV 没录上。算数，算是，算是，算是二十。不要自讨苦吃，都是经历的事实。Good morning， 兄弟姐妹们。现在是早上的凌晨4:49，为什么今天又起了这么早呢？是因为今天要前往上海去做沧桑的巡演嘉宾。现在感觉成都是真的彻底降温了，非常的突然。这几天的温度一直都是十几度这个样子，不过总体来说如果不下雨的话还是非常舒适的，但是这几天天气状况也非常的糟糕。我刚看了一下天气预报，我出发的时候是下雨，然后我到达上海的时候也是下雨，所以就不过没关系，希望这场雨不要淋湿我们演出的热情。然后现在准备现在距离去机场还有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的时间，然后刚刚有简单的收拾洗漱了一下，现在准备去弄一点咖啡喝，然后收拾一下出差要用的一些行李衣物杂七杂八的东西，然后就前往上海。接下来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我这次演出的新装备，本来是想等到下一期开箱的时候做的，但是实在忍不住了。这个盒子上期开箱的时候已经做了，重点是里面的东西，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。全新的耳返，全新的音乐装备，独一无二。这世界上就只有这一副，因为它是根据我的耳朵做的。今晚就带它感受一下舞台的魅力。但是这个盒子有点太大了，还能放点什么进去呢？大家帮我想一下。出发了，天都还没亮啊，刚下完雨，现在就在这里等待司机过来啊，接我到上海去，对，接我到机场去，然后去上海。OK， 又来到了咱们这个熟悉的双流机场，一大早巨多人，然后干一些，因为众所周知哈，双流机场里面是不可以进行这个吞云吐雾的。所以现在打算吞个云吐个雾再进去 check in。 过完安检了，现在时间还早，非常的充裕，所以准备去整个早餐。早餐就简简单单的吃个麦当劳啊，对付一下，到了上海之后再吃点别的好吃的。如果是到了上海时间够的话，看看要不要去吃个茶餐厅之类的，因为我觉得上海的茶餐厅还是非常的不错的。前面巨多人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。你
们说是不是因为这个点还没什么吃的开门，所以大家都来麦当劳？丰盛啊，哦，很大一杯。你的，这个是我的最经典、永远不会错的一个选择。嗯，忘记给大家看了，粉丝先吃。哇，这里面有个薯饼，现在去登机了，前往上海，又坐上了熟悉的这个小车，因为每次感觉去登机口啥的都很远。刚刚问了一下，走路要10分钟、10几分钟不算。我只能说，没有选择走路是正确的，好吧？这都干到尽头来了。Later， 抵达上海了。上飞机前下了几个视频，说在飞机上看一看怎么来，结果这个飞机一启动，整个人昏睡过去。如果不是阳光太刺眼的话，我估计还能再睡上那么一会儿。那就 Welcome to Shanghai。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哦，到了上海之后也是这种下着雨。黑客帝国，刚刚简短的休息了一下，现在出发演出场地进行经典的试音环节。 OK， 出发。今天上海的这个天气有一说一啊，是真的挺差的。这个雨我感觉它无论大小它没有停过，好吧，就没有一刻它是不下，然后你可以在外面游走一下。没错，我只能说这个场地的这个层高对我这种群体有点不太友好，好吧，就下次弄点警示物在这里，不然你看我这稍微垫垫脚直接干头上。OK， 试音去。我今晚就会带上这个演绎。今晚是我的这个耳返初体验啊，让我感受一下它到底我这个钱花的值不值，它到底这个魅力在哪里。这个耳返我等了，这么跟你说吧，我巡演前做的，我巡演都演完了，他做好了，可想而知我等了多久，半年肯定是有，非常的贴合我的耳朵。来吧，我们试一下吧。我感觉秤不对啊，秤不对啊，然后我的那个量也不 OK， 我那个音乐太小了，然后我只要一用力唱啊，我那个音乐在耳机里面它是爆掉的。没问题，谢谢你，谢老师。耳返用的有点不习惯了。今天收到了沧桑的这个新专辑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上面有一个脚印，
也算挺独一无二的。现在打开楼眼，楼眼还是楼眼，奇幻标准，还有一个手链。新的皮肤呢，我就很推荐这个巴拉巴拉的唇膏，因为每次弄上去之后，我的脸也不会觉得非常的会有一些不适感，所以我非常的推荐。赵姐要不要过来画一下？我给你画一下。你说你有多久没有带妆出行过？那个工作人员要带妆，暗淡一点，暗淡一点，你帅就行。别让他来，让我们直接来一个。意境，意境。对，那下面即将送给我们的太阳女的花，对，上海。很开心今天作为沧桑的嘉宾，然后来到这里跟大家见面。接下来我给大家准备的这些歌曲，我希望如果你没有听过没有关系，那我希望在这个降温的上海，我们大家可以。一起跳起来，或者是双手借给我，好吗？对 ，Let's go。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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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。今天已经收到很多这样的话语了，谢谢。然后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歌，如果你听过，你会唱的话，我们就一起唱；如果你没有听过，没有关系，可以。一起享受在这个氛围当中，好吗，上海 ？Right， 上海 ，Let's go。那我们首先，大家可以给今晚到场的所有人，你们最大的声音，好吗？然后今天再给我们的主角唱上最大的声音，好吗？好，谢谢各位，下次见，拜拜。Thank you, thank you。太阳哥哥，恭喜哥，欢迎来到我们的上海，上海，上海，天安地。下次了，谢谢你们淋雨啊，走吧，拜拜。刚刚休息了一下，然后到酒店稍微换了一下衣服，简单调整了一下，现在要去干嘛呢？今天晚上我有一个好哥们儿也在上海演出，他我看到他演出的一些视频，我太震撼了，为他骄傲。现在去找他们吃个饭，好吧？今晚成都帮小聚一下，早起，走起。OK， 现在就抵达了这个吃饭的这个地方啊。让我看看今天是个什么情况。我已经看到了，Hello， 各位老师又见面了。又见面了。突然闯入了一个很狂妄的人，哇，来了就狂妄起了。这个烤全羊，现在有点不好下手啊。刚刚大家看到，现在大家看到是那个我减重完之后，大概减了20多公斤的样子啊。这个，好的，好的，这个算是一段广告，好吧？但是这个烤全羊是真的无从下手。推荐官他是那个有一个妆品直播，他男生，他做化妆品和这个护肤品的时候很能干的，很头部的。他应该是有大喜力，多注意一下 key vlog 啊，喜力，喜力。
也可以多关注一下我。听 vlog 本来就没关。哎，你回去啊！不好意思啊，刚说完了。怎么样？不好意思。节目效果哈，节目效果哈，拉满。等一下，这个样子，我们先弄完嘛。弄完了之后，我还要自己还要补一口。因为现在有点胀，不好意思，我还要补一口。天嘛，还你也没喝多少啊？你他妈又喝一口。那天嘛，我们收碗是吗？收碗是收，收碗是还是？一瓶。三杯，哎，倒杯子，倒杯子。那本这种见到了我跟你，哎，就一直在讲成都话，你有没有发现？为啥呢？我是因为我主要全都没人跟我讲普通话，所以我就耳濡目染学会了。对，而且我湖北出身，所以有这个，对，有这个基因在，一学就学会了。那就。那你是湖北哪里啊？湖北荆州。对的，大家都是以对的哪个民族音？每个关羽，关羽是荆州人。大家多多去荆州玩哈，然后那个现居杭州，大家也多多来杭州玩啊。然后当然大家也要多去那个珠三角逛一逛。归根到底就是总结一个，大家多买一点那个 Move Wave 好吧。就是多对对对对对，多多支持这个 Move Wave， 还有 OKV， 他只在乎他自己，我们想的是我们啊，所以是我们是 OKV 啊，主要是有一个 OKV 的。对不起，多买 OKV 啊。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五二五哈，这是梁山这个一个喝法，就是这个你要开一瓶新的酒，然后是买的酒，第一个人喝多少，哪怕喝一口或者喝完剩一口都可以，剩下的一个人把另外一半的酒给喝完，这个代表了两个人的情谊，也叫兄弟酒，就看第一个人喝多少了。来吧，还在掂量，红旗红塌了。好，耶，是真的好一半吗？我的眼睛就是尺，我的嘴巴就是那个尺度。来，我们两个连兄弟就好。我望眼欲穿，无二无的你。都是心里的事，你妈一滴罚一瓶啊，这叫证明，不是那个是墨的嘛。欢迎今天看这个 KVlog， 必须每个人都会玩吧，要喝，下一个要轮的。好，你们两个老三把这个没有石头胶。好，可以了，没了石头没必要，都去拍 MV 了，办了，我活了，肯定要活噻！要爱你妈，你喝雪糕了？好嗨呢 ，Max 吗？喜结良缘，今晚六个梁山那边，我们是要一口喝完的。OK， 来到第二天了，现在就要出发返回成都了。这是在上海非常的开心，拜拜各位。